不用免带有心着灵。有伫伫山顶富秋里，外观无明显的祭拜公司，过去地方未少民族，只要遭受病痛困扰，准备成立祭拜，常常就出现料想未到的心迹。安尼，伊无结婚，啊无结婚，但是伊有存一寡积蓄，然后在遮卖土地哈。啊，因为伊这个人哈，本地都对艺术有一寡研究，所以讲来到台湾了后，啊，伊真拼死的，替咱遮老百姓哈。找一寡药草啊，来甲咱老百姓治病，即讲大家拢叫伊祭拜公啊吼，啊，佫叫伊是神医。医术高明的祭拜公，为东山来到台湾，为是了地区民众来治病，地方民众相传，无仅伊是世祭拜，所有帮人医病的传统，伊的医术伫过身以后，赶快发挥伊的作用。啊，咪是家己有亲身有感受到了。嘿，家己也是着讲，爱带出安怎来去啊祭拜，刚刚讲哦，啊，伊着。咱这人就好呀，伊望啊见啊吼，草啊干，甲靠来安尼对对过过就好呀。生较早人个生绿毒绿啊吼，哎，过夜草啊生草啊就好呀。这边无今日时势，煞有一大片的土地，后来有这片土地的民众拢会来甲祭拜。另外，社区嘛会伫农历五月十二号举办隆重的祭典，唔啦，干让祭拜讲艺术救人，嘛成为地方特有的文化特色。化病的时吼，啊，你这个拜拜了后。啊！伫即个伊个祭拜树个边啊，附近个药草啊，啊，找啊，等于食咧，啊，真奇怪，啊，即病就像咧好起安尼。啊，即讲即个故事一直伫阮庄里一直流传，所以讲甲啊民国啊九十几年即个吼，阮遮有人有感应个人吼，啊，发起来甲即个祭拜树啊，搁增加起又好。地方袂少民众觉得，搁会分享祭拜公帮忙治病的神迹，予人听了都唔敢相信。不过祭拜公司在民国九十八年，就是由一群受到帮助的地方人士为伊重建落成。记者王祖如传报道。